观众朋友，今日个项目我阿明古刘浩明分享数款福起来。观众同意，我们大部分人可能第一想到是如何被普的人口的同意的逻辑，但是其实我们听闽南发展的同意已经有30多年了。但是同意一唔单止系一点意识，喺做飞啊过程底部，其实会表现的心情，嘛过轻松。我们今天有想到来宾，听听闽南又成立一个身心障碍同意工坊的陈彦飞，身心上来到咱的现场。伊等作为同意也，唔单止表我们身心障碍的声音呢，连睇做同意的时间，清楚于生命底部最强的一个部分。我们马上来欢迎我们陈先生来到现场。陈先生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来自闽南汉儿救鸟协会的理事长陈彦飞。大家好。杨飞先生，其实我们认识过久了，我如果不提供一些中间的时间，你开始在做汉儿药，你当初哪想到去做汉儿药的事情？当初的其实的总的特教老师有请来去教一点的陶艺，好，教一年以后呢，这教育部都想看看有办法做一个实验，以前20多年前都讲9年义务教育，可能有办法为了特教学生参加一年的职业教育，好，如果看那父亲有嘛个职业国适合一点去做，啊，加其实各种的高中想到哎，闽南按多做肥的，可以怕高一点做肥的，好，加都很爱规划，啊，加俺们都规划，好，都实验咪3年，好，故作加3年的中间呢，全部都高一点让我在做个陶艺。佮其实是先生，讲高中有全做也袂一段生命的时间了吼。你这个有评估过讲，譬如讲，可能做肥的，一般人可能如果学过久，咁啊，等下你身心障碍学生诶，有可能会学个冇。我都讲，伊个都学个时间有乜个困难，而去克服个，其实有想到讲很多东西。这项个教个经验冇乜个经验啦，主要都讲。上看嘛，可能见教都见好啦，我都安尼教个过程，我都感觉到，其实每一个步骤啊，怪清楚，啊一行教，做唔得强啊教落去啊，因为个着智能障碍学生诶，可能学个东西学怪慢，啊唔过伊迄习惯伊啊改吼，改快改，不过我分诶步骤分啊怪清楚，我安尼一行教，每一行教到伊关系个。你如果走了人家步骤一做，安尼你有办法做出一个成品出来。我记得以前我等睇沙吉太好时，我等时常都开始在做毕业嘛，做陶艺的作品。可是其实以前都有教我等一般的人的陶艺的经验嘛。所以你这个本来系做入香港的工作的银行，这个以前的训练啊。我咧以前冇陶艺系，我以前都学到美术系，啊美术系最简单都分西画、国画跟设计。啊，其他读西画组，那其他可能还得西大学沙下不落陶艺工厂，啊，其他都我去评论了学安尼，啊，如其他打出来基础安，不是后来慢慢的学波也冇得讲接触得多诶，侬开始好，佮下也教耐了，侬讲教耐都教好，都教有兴趣来。那这个以前吼，睇沙吉太好教一般学生诶时节啦。伊差不多讲，一般的学生差不多一教都可以做出伊的作品出来。那恁咧沙基太好教，教一种汉儿模型。那沙基太好教，其他都讲来教伊个技术。啊，那恁现咧啊，去大去上，啊，都很多创造力啊。那可能去教伊个技术，还摆做个东西，我讲一模一样。啊，教唔管恁教汉儿很用，一般人模型，唔按要教伊去大，我做去大。哦，嗰种可能教伊去教人，可能。去步骤搞得到安尼怪清楚，唔影响伊啊创作哩。我说安尼搞伊都安尼步骤要掌握怪清楚啲咧，慢慢的一步一步好啊。故事都等于都讲，把一般人安尼去直接都讲，可能步骤啊部分直接都跳过，别讲下伊可能都无诶，带一摆都无诶。然后伊这是一般人初中的后边个创作个部分。但是变成讲啊，等那汉儿啊，等那可能是有身心障碍的啊，等那朋友地方，伊可能把俺的前面做肥的部分，啊变成某圈啊团落，系咪？一般来讲，能体育训练的团落，系咪同你观众朋友了解一下？俺们比如一开始俺们会比名来，啊，人才一高啊，主要都讲啊，伊会讲欧洲，有的细人会讲啊，哪个欧洲？俺们观念地方讲，哦，可能哪个欧洲？
不知道哪一开始，我慢慢的被适应讲哦，然后来其实该强，啊教伊就该好教。啊，天野呢，侬慢慢的比伊熟，过灵活。不知道哪来会弄个，哪来会因为都生意呢，我会想到吃的嘛。不知道哪来会做可以吃的东西啊，比如说弄个圆圆呢，啊，啊都汤圆样啊，弄圆圆，啊，啊弄传统都是讲拉面，啊讲个一点话，哎，慢慢的一点话，我停了来做。那你一开始都有一种西冷腔啊，比如羊球、羊球形啊、长面条形啊，慢慢的、慢慢的，那基本的像户外型啊的，那开始慢慢的去搞伊做一个成品啊。就等于讲，我们对最基础的，例如以这个开始爱熟悉起奶，好，我愿意搞个奶，等于都做一个基本的形，后来去摆到基本的形雕空了，系咪？雕起来，我当然看到东西，哎，如何来做出来？好，比如说亚路，啊，你讲一开始做面条哦，做一长一吼，哦，一点都开始做面条，啊，一点做面条也一点唔会提供，哎，变成一个盘的，啊，到等到伊做怪熟练了，咱开始搞，哎，用去做成一个盘啊。可是等于如果帮，啊，以前啊用最过讲一件事情，那一摊一摊一件一件被熟悉。被练习做出来以后，等待你下一个阶段，最后都变成人家看到现场看到安那成品。我说变成么？其实一个成品对一定啊的身心障碍学生个来讲话吧，其实也花时间拍过多呢吼。对训练都做出一个成品来讲话吧，其实一人的心思过单纯，唔系搞个哈，可能其实唔是半年都可以做出一个成品。啊，一个过认真来做。唔系要讲我哋胡思乱想，我喺冇都讲哦，我让我做骨夹啦，喺冇样，连都鬼单纯让我搞，伊都让我做。我说一开始让我搞，鬼重要乱嘞，唔系搞我，伊连都固定下嚟来做。佮种人更加罕而有地步呀吼，因为我哋提供身心障碍啊，有鬼都冇同样嘅险嘛吼。佮种人罕而有地步，有规定个属样嘅身心障碍。其实政府规定是做唔得。有分啊，反正伊都讲有个身心障碍手册都做得，啊，人更加做个都小型作业手，小型作业手都讲七八可以筛选一下，啊，如果讲偶屎偶尿啊，会麻烦的事情哈，可能至少啊，几多可以吃，剩饭可以吃的，可以吃的。咁等于讲，以这个嘅障碍类别无关系系咪？哎，嗰种人底部有听障碍，有听障碍，又有肢体障碍，又有癫痫的。还有台本，我有的有混合啊，智障加肢体障碍，有的有混合。个肢体障碍有让我去做一件事情，因为很多东西没路爱用书啦，爱摸路爱摆那个东西哈。其实陶冶东西要分的该该该范围该法，没讲单一个东西，比如说练土啊，练奶啊，你练奶可以要肢体障碍，都可以添奶和奶。按用奶冇嘛规定嘛，你讲可以用下力，喺用力的过程当中，等于刚刚嗰啲附件一样嘅，可以对下书嘅就嗰个灵活。啊，嗱做成品也咩一样啊，我一听讲古嘢作品可以做嘅，可能某一方面也做嘅，做好嘢，搵搞本另外一个够聪明的去雕啊。好，嗰个其实呢，陶冶嘅东西啊，从最重嘅障碍障别，对最强嘅障别，你可能做个部分。无强样，还有第二个重的可能做单一部分，还有个聪明的可能如何去组合，如何复杂的部分啊。可是我们单只是工作摆布那一团一团，你的根本如果因为讲每一点人的创爱类别无强样，你分做无强样的石头，最末那有一点人把伊全部丢上来。我讲你伊的工作方法，真是一般人想唔到呢。佮种个天障的喏。以他们的资费，听障一般个人素材做一块那块钱做，还讲要创作和某个组合，有讲各细个部分个人，我用笔写笔款。佮种个地方，你即个本身的一种制作所底部，其实他们都有一多个人的学生呀，无论人工。那恁政府规定啊，小型作业所都最多可以数个二十呗，阿拉更加都有二十呗，都满嘞。还有不有第二年，经常一门门无办呢，更加都有二十呗。他工作人员有三个，两个教保员，一个社工，一个让别人说一个教保员的故事呗。搿些让俺们的制作所一般，俺们这个营运经费，迄补助哈，还是讲迄这个卖一条陶艺作品？主要卖陶艺作品，因为补助啊，如补助一条工作人员，要三个工作人员来薪水并房租。政府补助都补助要
三方。啊，存在水天飞啦、材料飞啦，好、哦，叫做全部让阿来下飞去打负责。阿来下飞的限量路可以做可以卖出去的东西。啊，阿来经验经验做主要的陶艺，加一样开始做个手工皂。噶，从阿来开始卖的陶艺作品的时间，一般人啊吼，唔会有意味讲哎呀嘿憨儿摇，好、哦，冇功用的，可能过出招的意味讲哎呀要比较讲讲。哦、面对安尼一种啊，能讲市场上面的竞争，你的有乜个方法，用自家的作品，问他个人提供，你后背后有的故事的呀？其实我们汉儿要做出来的东西，一般人一天看唔出来汉儿要做。比如说，我们看做个毕业，那个毕业过奖的，系啊，人家看冇可能，哦，你看呢可能平常人做，啊，我们主要的强调，如果讲。我们的施工诶，吼泥条一条，那一般人可能都无办法做，因为伊花时间过多。吼花时间，你讲正常人讲做一个可能要一周时，你讲喺正常人做一个一周时，然后可能价值都要加千块。啊，人个大部分呢，全部咱写的做泥条，不过俺的特色啊，拢也都泥条施工做的东西。嗰就等于如讲，其实人把啊人可能啊人咧诶身心障碍者，以及佮佮弱点变成伊阿个。也要优点，因为一般人不可能会做泥条去做吧，因为给他按做红来吧 ，CP 是贴带，哎，我贴。但是对人来讲，因为他也唔会做，唔想做，变成人的特色。哎，啊，我们学艺术的人都低，哦，你讲还讲拉皮，然后最后卖路也得毕业啦，画片那个的，啊，跟做路一样的东西嘛。啊，你讲从台北到恒春，全部做的东西一样，都要设什么功用？啊，唔贵啊，泥条的东西千变万化。啊，做肉做可能无乜个，你可能做米粉无重要，不过一点，俺们感觉啦，你也一种艺术的价值，我加广告。不过俺们读到以前读到那种外国人过来买东西，一点每一行一行买，一点怎么一箱一箱买，因为感觉也真实的很多艺术品。俺看那都毕业啦，那都真是耐落去啊，真是用树做出来的东西，有树的温暖啦哈。没想到十多年前的一个思念变成我的身心障碍者最好的梦想的开始。休息一下哦，等下我的马哥读更精彩故事哦。欢迎过来，福起来！我们今天邀请到来宾是闽南韩银瑶的郑养飞、郑先生来上来现场。伊上一趟节目上同我们讲，一韩银瑶伊很素养的学生诶，还有做么样的作品？我想要问一下吼，像恁细人呢，其实在我们讲特殊教育地方来做飞的是在贵少啦吼。噶像恁就在教我按到学生的地方呀，你这个有印象贵深的学生了吗？我从体改一开始，我咧唔咩讲清清楚，主要用做事业对人的好处。啊，我咧搞慢慢的搞吼，体验搞的成绩都开始出来。因为有一个学生啊，以前在其他个中央拖个三年，也多重障碍，又语言障碍，又肢体障碍，又智能障碍。其实咧，他搞三年，搞模式激发。啊，后来听下也搞一年，听下做也妥实，听下也搞一年，啊，搞得如果活泼，如果讲话。啊，如果慢慢的失败，我很讲话个的。啊，更加听爱小心作业做，更加过会讲话，但我形象嘛。我说，其实啊，后来慢慢的想，其实有叫很多艺术治疗，其实那种陶艺的东西，那种矿业的文献哦，过多嘛个精神病院的话嘛个，过大部分会用，尤其生人那个的，全部会用那种东西去做艺术治疗的功用啊。跟你这个年纪讲，比鬼片的一个。一个原因是嘛个呀？其实艺术的东西哦，如果你一般人哈，正常人不管慢人，如果必要的东西，第一个也可以发泄一下情绪，听音乐呢有一个创作乐趣啊。即搭做即搭搞诶，搞个起面，可能又无规定讲一天要做嘛个。啊，我让伢伢做，好恁猜，哦，可以发挥你的想象力。如果做的过程当中呢，我看诶，我。观察一点那种学生，一个认真做，其实伊底部脑筋可能搁在想，伊要做嘛个东西。啊，又是做的东西太过于，又是把我忘样的，哦，伊在想办法，伊不断的做，规日的快快一点表情哦，
怎么怪强啊？其实有几多做肺的人啦，吼，其实讲唔免讲说神经障碍啦，其实几多一般的人，伊这个后路嘛，佮好做肺的。你因为讲其实做肺的时候，伊可以过单纯的面对自家个内心。听因都讲，其实几多人提啊，那家沙皮嘛系压力过大，那个神经障碍好生个嘛，一定拄到压力。平常唔滴安样啊，伊排解，但是可以做肥的时节，就像头头先生讲的，一想做乜嘅，哈，营养一解解，最末会做出一个成品出来，也系一种对自家嘅成就感，系啲贵重嘅话，一啲过程滴啵，而且这种东西，贵家都可以得到一个回馈，好，马上都滴，因为你毕业做好诶，也对得过现实的东西，会讲的东西，你会得到别人的欣赏，好，但是贵重啊，等到生意状况，也生意的天外面，我差不多。朋友会困强伊，好朋友会欺负伊，哦，无你讲压神方神发到压力嘛过大。可是其实我发觉讲，唔单止讲也系一种治疗，其实系对几多人的心情来讲，其实人家压力过大，好唔单止工作嘅人来讲，学生嘅嘛系。可是像等你等你工坊地方呀，我有接触到一般人去做肥嘅。其实我一开始因为场地过细。按不管你们太不会带人出去搞啊，比如说介绍啊，那么家人来搞个岐山的精神病院，那么搞个啥呢？一开始人会带人出去搞，哎，结果搞过上地步的，一到去接触个人啊，过后有点互动，后来人慢慢的把那个态度放，后来开始就更加都开放一般民众哦，可以去 DIY， 那到学生会去搞，哦，一般人去人呢。陶艺工作室，还某个陶艺工厂，哦，可能搞，可能都如 SOP 的那种流程啦，你去也搞一下，吼，你话可能最多半点钟成品都出来。啊，不过喺根本嘅去个人工作坊，底部搞，可以搞一年都唔怕，因为慢慢的搞。嗰种人佢反应一般人入边学，啊，因为个人唔会讲，个人唔会，个人非盈利事业嘛，因为个人唔会讲为咗赚钱哦，一下加个搞搞啊，加个做。哦，前村的路，啊，俺们最重要的目的呢，就跟一般人，俺的身心障碍接触，哦，一方面你可以慢慢的学，一方面俺的身心障碍，因为可以学那种，让人去相处啊，让我搞人啊，哎，等于咪会有成就感，会强啊。可是像俺们，俺的那身心障碍朋友同个一般的人的接触的情形，当初你有想到讲会按顺利吗？一开始俺们没怪讲啊，因为俺们一开始开一个主要物嘅，必定去做啊，隔壁两乡都办者。我说俺们一下一开始都冇讲讲啊，讲啊，伊都会排斥，伊都身心障碍。后来俺们慢慢的本宿舍的人，你比好，俺们又一方面又带伊去个小学生啊，强啊好，啊慢慢的哎，感觉一点可以啊，可以行出来啊，我一定要缺个地方，慢慢的缺个地方。工作啊，我都讲咧，慢慢的，哎，看到钱，哎，一方面一点，慢慢的搞，哎，能力越来越好，啊，可以独立做，可以一个搞一个啊。可是其实我们平常头都讲的钱，是拢我们会睇天时地利看到，好，譬如讲，可能有一啲喜憨儿，啊，睇一啲泰流地利做一啲包装厂，哈，那包装嘿哦，哈，结果附近的住户全部反对这件事情。其实也，但是你等你等你经验都同人讲。其实一面很多不了解，一个生意的其实没变的平常人有没有过门什么地方啊？同时各种议题看我做事时，你会发现一份贵耐心嘛去搞，系一可能我哋一般的搞现场的话，哦，你讲说啊做哪条哦，做哪班哦，哦哪班在为了你的比较哦，你头盘盘的你的盘的哦，啊你哦我的哎两点钟都还得，但是一个生意的可能。我慢慢来，我怕做歪，怕我们再来装一遍，这边各有耐心的搞。嗯，一方面我们也为到教育开宗啦，因为我们一开始可以啊，有的人会讲，哎呀，总会传染，甚至有我们的想法，可是我们去接受教育，我们第一个会先介绍，哦，一个身心障碍者，哦，因为原因会造成身心障碍，哦，啊，一点相处的状况啊，样的。莫讲去欺负伊的，我说后来呢，怎么说我掌握起的小老师啊？好，我说你慢慢的挨想法都讲，一种东西要带出去，莫他管的这些地方去打坐，你带出一本他敢看，好，其实人会单纯，教育一般的民众，必然接触，要得含了，啊，必然接纳，要得含。
也种教育也蛮怪重要。嘿，真的怪重要，因为安尼接触以后，他个人会对我的呢，就含而有的怪正确的认识。听伊路提讲，其实伊无毛好讲的呀。你过度讲，如何你自家想出来的东西？那种啊，等含而做出来的东西的话，一般的人的接触操作程度很弱咯。有还没有各种怪支持的呢？各种人。其实我们一般汉儿的智商哦，是不是差不多在幼稚园、国小的年生？啊，其实我们人的创作力哦，最强的地方呢，佮最强的年纪都提给一只。不说人的创作力千变万化，不说你做个泥条，抹个血的都有，好抹个血的有。不说我们今下商品哦，大部分都分两种，一种都拉坯，还一种都泥条。啊，可能一般拉坯无够好卖，啊，泥条其实啊，看过几下，我已经认来。怎么一想一想，怎么买泥条？伊们去买拉皮的东西。其实我们学艺术的人，我感觉其实一种真实能人工的艺术品，独一无二的，哦，各有创作力的东西。不过我们一方面也可以不止推广一个汉儿的形象。如果我们一般按用个汉儿相处，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推广真实的讲艺术的东西，哦，买个很多真正的陶艺的艺术。一方面，我哋没有在遐推广个咧，教育太重哦。其实要的东西，商品、艺术品无重要。不说有的诶，我哋听咩鬼支持啊？啊，我哋更加鬼多单位咩，我哋有听，我哋有上优才，像中研院，我哋听了连续听了四五年，一种东西一定拿来送外宾个咧，送一个鬼有成就个外宾，连咩拿个咧东西送啊？啊，所以东西有点我去解释，哎呀，都外边没怪接受。因为其实讲个人的拉皮啦，其实有嗰度其他路旅游方用种模做出来的，哈，嗰度一做出来，上千呢，上百个全部形，全部完全通用。但是我哋用奶条的，一天米的形都冇通用，唔可能讲一个树做出来一个完完全全通用的东西，唔可能的事情吧？可是变成另外一种艺术品。好，一路每个人的可能大量制作可以做出来的东西，各种多接触艺术品的人来，各种同一品的人来讲，我帮你提供，其实哪一条一件事情，虽然看了哎，各种新的无重要，好不规则，但是其实伊还真是完全用手做出来。那你平常啊，你的销量好吗？一般啊，销量太笨了，拉胚的东西，人家能因为有药材啊，快到公务部门问我的买包。包括国防部啊，中研院，还有德国公司没有来买，好像也摆有个测量公司啊，北埔在行走。前年呢，我来买四百组中秋那个咖啡杯，送本员工。哎呀，年用我来买三百，不然过感谢的公司过支持呢。啊，我来一点公公啊，来毕业盘呢，一天没空，没办法做一样拍照。哎，万一用送本人，哎，人家讲哎奇怪，人家用边个台子，同样发那只，那我有点解释，其实要种中部的纯素工作，不说某片拍两排台子，啊，一方面专门阿的某印目录，主要录下个原因，因为阿的印的目录，因为讲哎做呢，挨目录某重要阿的，啊，不说阿的某怕因为用目录，阿来问，你要的客户解释阿的东西，某怕做一模一样的东西。爱点关于有办法接受啊，可是听讲你讲人家做作品底部，伊的后部的故事伊的太有落地啦。可是侬慢慢的变成讲，你的做作品可能真的都纯目录上面冇重要，好冇落太实在冇重要。但是伊的嘛底讲，也是因为伊是用书作为啊。可是一定会有侦查嘛，吼，也侦查还归正常的事情。可是像人家的韩国是工人来的，你这个感觉到侬当初行一条路唔会有后边。因为中间一定会有辛苦吧？辛苦当然有辛苦啦，哎呀，个过程当然其实阻力嘛过大啦，啊，因为讲这一成立个消费，啊，人家消费大部分都过大，过有钱的在成立的啦，啊，还有无嘛个钱，无嘛个事的，啊，过样的维持当然有样的辛苦，啊，不过有一个理念哈，如果其实我们安置下的身心障碍。个方法最好都讨厌，因为一方面对等下的身心障碍啊，智能障碍，连做个怪跳，啊，已经诶，马个能力总不如有加强，可以改善一样能力，啊，也都很多艺术资料。啊，另一方面呢，伊能做个东西，讲实在，对俺的学艺术的来讲哦，真是也有俺的艺术的加持啦。虽然一般民众冇怕讲。
一定会接受，啊，不然学艺术的人会感觉也真的会有加成。可是做一件事情都有两个好处啦，吼。我想做做一个事业，可以帮个人呢，身心障碍的朋友有一条新的出路以外，也可以帮一般的人轻轻松的休息一下。等一下我就买过多个精彩故事哦。欢迎过来，福气来。所以，咱节目的来宾，同咱讲韩语的作品，还有的作品，还有部的故事。我想问一下先生吼，他其实其他韩语除了做我的那事业以外啊，为做拍的作品，一年还是有做个那种手工皂。哦，一年呢，不光两年前有一个我以前的学生来投稿，做日本北海道硅藻土。啊，一定给他阿人讲吼，一定硅藻土做三种东西，一个都瓷砖，一个都手工皂，一个牙膏，啊，一家都进口过多手工，个硅藻土，还用来施工，安尼有办法做成那个瓷砖，因为个种瓷砖，一定讲，从上网有没查到，其实那种硅藻土的东西啊，可以讲除湿除臭、除油，还除有毒物，不然做瓷砖，他一般就讲厨房地板，地板会有一个瓷砖去拿下来，然后雕上去那个硅藻土的瓷砖，欢迎家来地板做东西，都可以空气会过好，油跟着也会进入去，家里很爱看你有办法做出一个瓷砖，后来呢，我们试看看，可以做成手工皂嘛，就做，来将一个手工皂形状慢慢的做，慢慢的试，慢慢的试，更加试得够稳定的。好，不问你。后来我们拿本人可以用哦。你讲有会用诶，还有无会粗诶东西哦，至少会高一半以上。比如说有汗臭，哦，有狐臭，有脚臭，这些可能最少有第二年可能唔会粗诶。一方面会用诶哈，比如说异位性皮肤炎啊、香港脚啊、湿疹，所以会慢慢的改善。不过我们更加可以是推案的东西，因为手工皂的东西哦，在台湾太多人做诶。好，啊，以前有做过，啊，不过买的时候两块五，可能也更加因为有安尼进口的，可能讲独家秘方啦，不然更加都有多少。那你跟我真的跟我的，有时有一些我讲出乎意外了哈，因为一般你想啊手工皂，他有都讲小米啦，好，某那个色是什么用用，但是你头讲硅藻土像唔错啊。因为专门的做某个，尤其我做地垫呐，哈，吸湿的地垫呐，好，磨了瓷砖用的。我拿来做手工皂，好，其实你感觉到贵神奇呢，就变成讲，人家要手工皂、手工皂底部、手工的房间底部，有一些特别的东西，很便宜，唔要讲能用香精啦，好，加某个油啦，安尼，因为大部分人咧，人家要手工的房间，大部分都安尼嘛，但是你有一些新呢。无缺用的东西加在地板，就变成有一个新的功能。咁以后诶，施工我反正买好，买唔会差。我当然说做乜鬼话，嗰个已经附着力过强，你咩说都有用，唔系白努一天磨坏一天温硬。可是我就变成讲，要不听嘢产品嘛，其实已经做算过成功。咁在训练的过程地板咯，所以呢，另外开始练习还是讲。人来做副业生意呢，穷下来做其他东西，还是要另外去训练一群新的生意呢？其实做手工皂不简单，我这样做头也很困难。其实俺主要本个过油的啦，因为打个皂，打油，皂规模的，要轮流啊。其实俺做没怕做过多，因为你做安多卖一方面也有问题。不过俺做差不多，可能一礼拜都两个下注在做，纯人都做头，对啦。比方来做个人那种副业来讲，把做手工的反应是够简单，因为都打油嘛，好，把个剪下去都打造，好，造了之后都不用磨的地方，都等于造的。它有个动作就安尼啦，哈，够简单，够简单，系啊。咁我想问一下讲，譬如讲你更加差不多二十人咧，生意咧睇下好嘅，遇到可能嘛听咧二十人咧，咁。那后尾啊做副业的，无咯后尾啊做手工皂的，像你的生意呢有毕业的无？无咯讲，以后来做别的事情的嘛？
其实一般啊，咱闽南算乡下地方，算偏远的地方。一方，应该讲要到生意的，还讲福强的，讲轻度或者是轻度障碍的，大部分会留在在洛卡田属啊，因为大部分种田啊，那个多少都会田属啊。那一般中央人家大部分都供养种的，哦，供养种。不过人那我要到新庄讲，其实能搞要到生意的，一搞可能搞到一点往生啊，我一点相处啊。不过我一定建立一个感情，哦，我好好啊爱他。啊，一个生意的主要的，一定要好些，安尼其实安尼对身心障碍观念有18%的增长。他经常啊，系吹听唔正常一样，可以做些可以穿件过正常人的生。其实一个智能障碍，其实最严重的，一定会慢慢的退化。唔系某一般人接触，系某讲出来活动的话，会慢慢的退化。以前个人是一个欣赏，也莫一些智能障碍，还有点观音真高，高到位名义为妈妈天水文化，好，为连书法也都写得下。到了毕业无奈去，好了妈妈上班，都不要坐在省了，那坐了医生面，医生面以后连屙尿都没办法，都可以推拔到安尼程度。我说安尼，那些想法都尽量安尼可以最用最。最经济的、最廉价方式，可能有办法学过多啊，那个身心障碍，毕竟出来一般人接触，最少我们退化下来，因为退化下来，对一个家庭、对一个国家，就变成可以太辅导。我哋以前我感觉到讲，其实如果有一个身心障碍，生人系得过减少事情。我说，其实这啲人，我因为我把缺过睇到卡，带喺身边啦，吼，安尼即个照顾。但是其实，几多理论哈，几多实验来讲。其实安尼很唔错嘅，唔会表现慢慢的退化。其实虽然喺身心障碍，一般的生意嚟讲，要一出击，要天天交流，其实还是搞得好。虽然讲学嘅唔多，但是一定搞得好。好，就像头头经常讲嘅，一套一套地搞波嘅，其实一套会同人嚟做。伊说可能没有某个太变化，或某一个太进步，但是做一道事情对人来讲都还可以。听你讲，一定可以同朋友有接触到，安尼一定都唔会退化。而且讲，一定会慢慢地会老。系因为我哋其实睇乡下冇可能，嗰度安尼你哋睇啊，佢从唔知个笨蛋唔会做安尼事情，后来咪接触到咧特殊教育以后，一下做安多人，起码嘅通力病安尼持续做下嘢。不过加上一块是可以单纯地讲啊，青山前面个地方，你有一个地方可以睇。至少有一个地方可以来聊啦，啊，后来慢慢的安尼，作为十个人慢慢的想，其实安尼几多观念怎么不错，啊，都从乡下最多的话呢，感觉重要的生意呢会减少，那变个来地方，唔必出去，哦，那都冇出去，我讲安尼过迭代人出去了，都出去了过乡人，因为人从来冇出去了过，后来慢慢的想，其实安尼观念不错。这种生意呢，对国家贡献的贡献嘛，对社会也蛮个贡献。其实一旦贡献过，但人家的生意呢出来，不他个人爱。啊，那一个正常人有一个爱的对象，啊，那爱能有办法散发出去。啊，人家爱的对象又很可爱，啊，又高人陶艺。其实也东西啊，他该时常要假装讲，莫常去打爱啊，有时候带出来不他个人。啊，不爱要他家杀越民众越爱，你有一个爱的对象，哦，人家爱才会散发出去。不过爱观念嘛，我相信啊，观念嘛吼，其实嘿，可能最近常常我看到一件事情，就讲，可能常常讲工业、工业，总话讲工业咯，人家都人家嘛，都会做个嘿工业咯。啊，讲唔咩样的意思，嘿讲，你前面看到一个过辛苦一年的时间，唔会有一种。感觉到同理心，我感觉到讲，哎，过安辛苦哦，吼，我即个想即个讲，哎，我今天我日的其实过过好，吼。可是提安的时节，你有想过无？各种迄，即个还叫做不人同情的人的时节，你有心情很样的。但一路变成讲，我等一面看到朋友，比如我就感觉到讲，哎，我等今天过幸福，过好。安的时节，其实系一等本来的一种启示，可是一等呢？一定受苦的是一定，但是得到歧视很爱的，也很不公平的呀，是吗？可是像头头先生来讲的，其实一定是一定本人爱的人，我的因为看到安尼人，我的感觉到爱人，我的这个爱心出来的时间，
其实也是沙飞最好的一种，能讲良善的循环。故事变成讲，就头都是人讲的，会重要，对不？伊个东西其实对沙飞最大的贡献，能讲，伊能用伊自家生命换来爱，伊能用伊个生命去传讲，其实生命系嘛个，你应该多谢自家的身体，多谢自家的生活，多谢自家的感恩，因为人没意，嘿，得会重要的。哎，故说俺以前的理想话呢，如果慢慢来形成的理想啊，没讲马上会有啦。俺都感觉讲说，哎，俺们一般妒忌的，俺们物质还有缺乏的，哎，身份有那么马上会有啊。好，俺们不管那精神有苦闷的，俺要改善，没地方去啊，好嘛？故说俺以前的理想，如果哎，根本应该还成立一个汉儿呀。其实俺没去上课，上到大概都一个汉儿呀。其实俺上到都一个。地区的艺文中心，你根本还有那个烦恼，哦，你可以艺术治疗，利用下半夜，你可以去那个艺文中心去做陶艺，哦，甚至可以挖土啦，那个做木头的。还有身心障碍的，汤也问整理好好，土问连好好。如果讲说啊，按不到去弄高奶啊，哦，弄挖挖个土啊，哦，那样艺术呢，可以给你一个精神的寄托。另外一方面呢。有的生意呢，我朋友有的生意来接触，伢爱都有个对象，有个对象唔乜变。其实我嗰度沙飞嗰度，因为我钱赶出去，哎，有时我变骗子，啊，有时我变骗子。不说我呢，我又强调都讲，我有个对象。不说我呢，口号都讲，艺术跟爱美化你的人生。最重要的一道是，一道学生的吼，一道欣赏吼，绝对唔会过恶。哎其实把这身心障碍的生人的关系在一个隔离的地方，其实不当比一段每一个良善安全的地方，让一段同一般的人接触，啊，另外一段的沙飞的良善，咱可以寻办。今日个感谢先生来到来现场，同我们分享很多汉儿谣故事。好，感谢大家，哎，大家也是有很多面容，哎，像日本人的汉儿互相接触，包括陶冶啊，一方面可以欣赏我们的作品。好，谢谢大家。休息一下哦，大家听下大家欣赏来，明通一通哦。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又来到好好运动的时间了。我是王振雄，来自于屏东县崇智乡，积极导演养生下笔，也郑先生，也蔡先生。今天同观众朋友做示范的呢，是我们的提摩圣堂。提摩圣堂是注意我们的跳戏哈，用的跳戏，用的戏跳，吸得到我们的腰的哈。按摩动啊，等你叫诶，健康的观众朋友啊，等你将你打开来，以剪条铜发，或者是啊，等你用扎梳轻用搓手来，搓手呢啊，等你梳成搓手来，因为讲啊，梳成搓手来啊，我安尼搓，安尼唔系吼，啊在边上来，两扎梳边上来，天天来搓，搓动啊，梳成搓手诶呢，那边个矮腰诶吼，边个矮腰诶吼，矮梳呢边上来。对爱人工舒心受累来闻受爱的药的爱的生疮啊爱的气你要问的爱的那眼神是把亲亲好亲好了不爱的那药会表松的啊爱的天天的冲爱的那生疮同爱的那生疮搓手了搓手了过后爱的那眼神打红你来打出来打出来过后，我的那松树沿到我的那斧头，到我的那肚子上。第二，我的金刚呢，是我的要做顺势跳移，顺势跳移呢，我对我的斧头上松的多时，我右手啊做底下做树做单行，边个到我的肚脐上。啊，顺势跳移怎样呢？先推我的膝头，跳出来，啊，我肚子吸胎，好。状态吸气，状态多，我的肚子上状态怎样呢？同我膝头状态再继续吸气，松对我的腰的方。
当矮腰向停留了，按摩当矮腰诶，在膝头呢，对腰诶向个只松出来，松诶当矮肚脐向，到肚上啊，边系松来，落下伊落个当内，当矮蛋呢卡了下，啊蛋呢飞燕，当矮蛋呢用人工诶涌泉，脚底涌泉，也膝头头出来。过来呢，在吸气的时间，对我们的肚子状态，我们的腰的膝头到我们的腰的方的时间，做一个我们的膝头的按摩到我们的腰的，跟我们的腰的方送出来，送到我们的肚脐方，再落我们的前沿、飞沿到我们的脚底啊，也都是顺势头去。再过来呢，我讲的是压石头去，压石头去呢，我等呢手表下来过后，再一次我等呢手心再搓手来。手心搓手过后呢，表个我等呢摇一下，我等呢眼神轻轻的沉下来，温手我等呢摇诶，温手过后我等轻轻的搓一下我等呢腰骨。所以呢，我的眼神打出来，打出来过后，我的松鼠呢，沿着我的虎头，到我的肚脐上，更加呢，我做压式的头晕，压式头晕，我的左手的下背，右手的当后，我的呢，卡拉边松来，我的边松诶，我的呢，七头七八曲曲，头晕的时间呢，我的呢，肚子吸气的时间，我的呢，肚子稍微。压下去，再继续吸气，可以到下东岸等的背囊，是很唔可以呢。到东岸等的腰的方，再对岸等的腰的松出来，膝头跳出来，再落前沿、飞沿，再落个到涌泉。再一次吸气呢，对岸等的都是呢，对岸等的压方位来吸，要注意的地方，我等做压式的时间吸气，我同观众朋友讲的时间。做压式的头型呢，我佮当然做压式话呢，一吸气都是捏下去，我等你胸前膝头做一下单行，安尼讲无理想吼，因为我会造成我等你胸前一做一边的话呢，安尼呢喺我等你膝头做一下单行，做一下单行呢，我等你膝头无法都顺下来，也讲无安理想的地方，所以我等做时间压式的时间呢。我的膝头都是求下的时间，我的呢胸前二十八将降下来，啊，降下来来听听呢，那送出来，落个到我的呢脚底，观众朋友跟他说之外呢，还压式，按我顺势臀压式连续动作来做一次，本观众朋友看。也是顺势过来是压式，压式的头戏，左手的下背，右手的当行，以上呢是我们做祈祷的做的提摩圣堂，我们接下来呢是做初祷的，观众朋友准备一张单呢，我们初祷的来做，今天呢我们做我们的提摩圣堂初祷的同众，观众朋友我准备单的准备好，单的我注意说安全性，不要有灵的
我们做的时间那不要有味香心更加多来开始提摩圣堂是做我们顺势跳起和压势跳起首先呢我们要从我们的松树抽手来抽手来过后呢冰在我们的腰的方先闻手我们的腰的眼神是把清清闻手我们的腰的过后我们的腰的稍微抽一下抽好的呢我们眼神打出来打出来过后我们的松树拿动我们对腹头方动我们的肚脐方顺势跳起呢，我的右手在下背，左手在当方。吸气的时间要注意讲啊，我吸气的时间肚子抬出来，抬出来过后吸不动我的肚脐、肚子方，它张开了。继续再吸气，张得动我的腰的方，同我的腰的张的包包，包包过后我膝头腿脚的都腰的方过后，我按膝头样来走跳出来呢。我对我的腰的方松出来松得到我的肚脐方再落我下去再落得到我的站了下到我的师傅臀底这一方到我的脚底再一次吸气吸放起来吸头引头引爆引头引爆爆得到我的腰的爆放起来再继续跳到我的腰的方对腰的方我感到我的腰已经爆了我在腿膝头跳出来也是训练我的那 下铺的都我的那应该偶尿的地方偶尿比用的我够太白我够顺都利用我的跳起来按摩到我的那腰的我的那身上我的那身上是属于我的那泌尿系统所以在做的当中呢，我们天天的吸气，再天天的从我们的膝头跳出来，再放松来，也是我们的顺势跳起，过来呢是我们的压势跳起，压势跳起强用我们的手，而再抽手来，竖心抽手呢，我人讲竖心是我们的，我们的心腹。心腹呢，我们腰的呢是水，水是冷的，用心腹来温收我们的水，我们的腰的哈。轻下那些时间，我们腰的感到温收温收，我们再搓一下。用我们的用我们的心，舒缓的舒心腹呢来按摩到我们的腰的水，腰水哈，人讲腰腰子腰的腰的腰的舒我们的水。压死头去，我们沿对我们的腹头方，到肚脐方的时间，左手向底下，右手向当方，吸的时间，我们肚子是把松一些，松一些呢，膝头吸不到我们的背囊方，到我们的腰的方背囊线，慢慢的膝头跳出来的时间，腿松出来，松出来，再放松来落下去。落下去，落我们的肚脐方，也是膝头跳出来，跳出来的哈。所以我们吸气，臀膝头跳出来，也做一个循环。我们的眼神每一个用气呢，会比我们每一个眼神的一个关键呢，会一节一节从人工充满用气，我们的眼神呢，都会慢慢的去修复。个比眼神的空间是对我们的跳起比顺，个比太白，也都是我们的吼，压死跳起。以上呢是我们初度的动作。观众朋友，我们初度的呢，由停顿来做哈，帮我们的眼神呢，更健康一些，我们下一次拿来聊。